奥尼尼、周世龙，运动员刘夏芝，马来西亚选手莫景浩。现在比赛开始。莫景浩，你好。刘夏芝，你好。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刘夏芝获得开球选择权。网友朋友们，您现在观看的是英之固乔氏杯2019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分站赛山东临沂站 TV 一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大家下午好，我是苏新元。大家好，我是张天勇。本场比赛出场的两位选手是上场冲球的来自江苏的女子球手刘夏芝，对阵来自马来西亚的球手莫景浩。比赛采用13局7胜制，80分钟限时，双方轮流冲球。比赛当中呢，男选手要礼让女选手后一球。对的。莫景浩这位球员呢，在咱们年初的总决赛里边也是表现非常好。是的。后面是碰到了咱们的国内比较强劲的球员王大双啊，才被淘汰下来。而前面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而且莫景浩，您说。而且从他这个打球的整个过程里来看啊。他本身这个人在斯诺克方面的这个实力还应该是比较强的啊。莫景浩是马来西亚的前国手，斯诺克的，中间又退役过一段时间，然后又回来，在2018年的中国的这个斯诺克城市联赛，曾经代表这个马来西亚队获得过这个冠军。和球，那这种球我们能从画面看啊，它已经是基本上对着这个对直了，基本上对直了，不进，有原因，为什么不进？想走位加的赛，这是不算是最准确的，那您说主要原因啊？看台球圈有料理的有球课堂啊，我要跟你讲这堂课。齿轮效应，仔细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说这两个球首先是目标球，两颗之间相贴比较近，有一定的摩擦效果，齿轮效应在里边，而它不是正对着这个袋口中央的，它本身就稍稍的对着一点点的袋角的边上，而且呢，它是对着上沿。莫景浩是从上方往下打的，他瞄到位置是不太好去瞄到其他位置的，而且还要打低杆发力，所以说这种球就容易出现一些一打之后摩擦出来的这种效果。前面这个刘夏芝也是在
这两天的 TV 台里边已经是打过一次了啊。对阵的是日本的铃木千武，两个人也是那天是打满了时间啊，险胜。但是那场比赛刘夏芝打得并不好。白球始终是叫得特别远，就是可以叫近点，但是一直叫得特别远，而且有点收着打的感觉。这次的国外的球员的军团也是达到了几十人啊，十名，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30名海外球员，这属于在这个分站赛里边，就是参加的这个国外球员人数是比较多的。帮进，那这样球其实是给了这个莫景浩一个好的机会，右边带口有机会直接一库去 K 九号球，然后顺势从左边边库往下打，右边的这与对方啊单色球有点相贴的花色球，后面也是有机会可以利用15号球去找机会走位，甚至于说轻轻 K 开。那现在的这个带口其实是要看上方的这颗与单色相贴的花色球是什么状况的，那不去 K 过来就变成了一个这几颗球都需要单独校位的一个局面了。九号校到左边下方打右边上方的底带，然后与对方单色球相贴那一颗呢后面要单独校位，先过来一颗，有这个位置放呢，先靠库边啊，只能下高杆。等于说打完之后，摆球要向右上方走的。决定了你的摆球在后面的进攻会离得自己的目标球啊比较远距离。上库了，难度增加了。这个位置不错，有向上角度，利用中低杆往上走，上方两个中带啊。底带那个六都不用管了，最好直接叫到最上方啊，先打右边中带再打左边中带，向下打黑八，这球还能再往上吗？吃一库又塞高杆，第一局刘夏芝胜，比分1-0。
第二局莫景浩开球。选花球，上方还有三颗，这边下方一个底带，摆球线附近有个十四啊，需要交到左边向右边打，争取调到这两个花的就中间位置啊。嗯，十四是没问题的啊，够下。但是现在这个摆球又出问题了，变成一个只能向前推的高杆，也就是说左边。向下叫位的那一刻，花色的十二号球有可能还会叫成一个反角球，就是向上的叫的，就是必须 A 发力，由美打进，十四又被咬住。今天的莫景浩跟总决赛的表现，稍稍差了一些，要走退步。嗯。尤其是这个稳定性上，就可能比如说我们对于教位上可以接受你球台上的一个不太适应，或者最近疏于练习，嗯，因为准度上有点就不太难的，关键是没打进还有点不应该。下肢这边中带的黄衣白球可以往下走，边库有二号球 K 的话就有点黑八，有这个球顶到黑八也不用着急 K 呀、啊。其实这个球 K 完了可能不太有好效果啊。对，它跟这个斯诺克里面，比如说你顶粉球，然后粉球将红球队炸开，还是有些区别的。这里边是两组颜色球，不是下边的球都是你的球。那种就是你大力只要轰过去，就运气好，就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这里边是你有对方球在里边，而且黑八跟六号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这个小力量是更不太可能炸。对呀、啊，本来自己在 TV 台就不是很敢发力，不是很敢打，你看他要那么温柔的去，这杆球意图不明确。刘夏芝这位球员呢，通过上一场 TV 台表现，加上今天的一些一上来投一番的这种进攻啊，能感觉到他说他个人有一些、个人的想法在里面，往往应该处于说选择性的合理和不合理之间，容易出一些问题啊，判断上还有啊。中低杆右边走，角度直接好像、还是低杆也不太好走，左塞高杆两库，这种球啊容易叫的十一，会叫远，不会叫太近。去俯身打啊，不要碰球。低杆右塞，小心马甲，力量还不能特别大。没了，大了肯定是叫这个左向右打，右向左七号是咬的。
还没有一个高级的翻蛋。中杆 A， 哈，有一点点奔这个方向来啊，但撞了一下。可以尝试啊，往一号球上方来放，或者来翻，来八号球往右下角来放。厚了。没办法，自己生一颗球，怎么打都别扭，怎么打都被动。想来想去，自己还是在转悠这个八号球的一个位置啊。刘夏芝其实作为一个叫青少年球员啊，他的这个准度应该是没问题的，那大胆去交位就好。第二局，刘夏芝胜，比分2-0。谢谢。我来。谢谢。
第三局刘夏芝开球。这个方向是抱缺啊，红三是否能单打，能单打就顶黄一啊。有些意外收获，嗯，省事儿了，后面啊不用再走位了，少打一颗球。井浩的球还是没有发挥出来啊，其实还是有点感觉好像很急着打那种感觉似的。就像您说，他跟总决赛的时候自己比起来，熟练度上有明显的下降。嗯，手底下最简单的话没谱，准度没谱，力感控制上也没谱。刘夏芝这边虽然比分领先，但是并没有展现出在复杂局面上一些清晰的思路啊，包括在简单局面上手的时候也会打得过于的拘谨。这种球在总决赛当中是很少能看到。莫景浩来自马来西亚，刘夏芝来自江苏。第三局莫景浩胜，比分1-2。谢谢。在训练场，在职业赛场，以球员反馈制定严苛标准，也要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第四局莫景浩开球。
下来再走。力量吗？两场比赛看下来，刘夏芝击打白球中部，就是蹬杆的时候的这种力量可以。但凡你需要往前走，或者说你去低杆往回退的时候，这种杆法效果很差，那些准度也不能保证。就是在这个杆法使用上，他个人还是有一定的依赖性，嗯，或者固化的东西在的。用太多的向上和向下，容易出现一些，比如说失准。打不进球或者白球到位率比较低这种情况，所以他把自己的这个特点就我就做自己，但是做自己的同时呢，你可能就丢失到一些东西了。对，某些球形的位置不是你要到哪里就到哪里的，比如像这个是你对手防到这里的，那你必须用那种杆法然后去防到另外一个位置，那你不想用或者不会用就不行。一定要稍稍有点变通，而且平时比如说练习的时候呢，多种杆法啊，包括一些白球走向要多练习一些。是，我还有年轻99年的小将。嗯，好球。再往上放啊，能看到14的话，继续黑八上方做防守。会带一点点的有赛啊上去。打到这个位置这也不是莫名花的本意。就把这两颗吃掉，用14跟15形成吊球是更合理一点。
距离目标球太近，从下往上，解到了啊，也是将对方球解进车。如果莫景浩的状态呢，在后面的时间里没有太多的或者太明显的这种提高和改善，应该他还会去多打一些中盘控制，来去消磨对方的一个这种战斗力，并且逐渐的通过一次次的击打、出杆，来去找到自己的一个手感，也就是后面会打更多的控局啊。好，三颗啊，打进七，中低杆弹底库再上来，啊，利用荒野再向上，这杆球的力量一定是宁大不小的。其实这个黑八啊，就是、左上角和左边中袋相对于来说。左边中杆会更好打一些，只不过你对于这个分离角出来右塞用的多少要控制的好一点，不然就直接叫底带啊！哎呦，太轻了，能接受。总是在需要再放一些力的时候，会下意识的收，他的后手的摆动啊。第四局，刘夏制胜，比分3-1。谢谢。第五局，刘夏芝开球。右边啊，对，花刺球，这边上方的单色刚好横向可以去叫中，或者是吃库勾都可以啊，选择还是比较多。嗯，先来把黑八带一下，那你右边这颗球怎么办？因为他现在能看到啊，
底袋下方基本上是被上方的花球挡住了啊，没有什么好的机会。两侧中袋，左边中袋应该还是够的，但右边中袋是不好确认。太轻了，想叫左边中袋啊，但力量太轻了。再来，减速提杆打进白球，不要走太远。争取打进十一之后啊，调整一个好的一点的白球位置。稍超一点身材球啊，往前没有踢过，不下肢的身高问题。好，这几个球都在一条线，嗯，比较好去衔接，依旧还是第一杆啊，角度比较直，或者一点向上往回走一点就好了，一点点向屏幕左边，第一杆往左边蹬一点点就好，剪掉一颗。第五局，刘夏智胜，比分4-1。第六局，莫景浩开球。
冲球进了三颗，这一分对于莫景浩来讲是非常重要的。AK 把难度球解开，依旧从十二号下方再上去，二六的其中一颗，这个就很尴尬了。叫了一个。整个球台上这个方向上的走位是最不应该叫的位置，其实二六选一颗都行啊，今天的莫景浩就感觉像变了一个人，问题特别多，能从总决赛之后一些其他的事情看得出来，熟练度是明显的跟总决赛的时候的自己差了好多，差了好多。刘夏芝这边屏幕下方就摆球线右侧的这一颗花球啊，能不能打到摆球线十五这边去放，争取可以一颗打两颗啊，因为上边还有十一号球，也是一障碍球上的一条线。比赛时间已过半，攻吗？分点的一颗球，李干发力横向走，第六局莫景浩胜，比分2-4。谢谢。第七局刘夏芝开球，
四号球跟十号球的缝隙当中上去。可以打十五啊，来了，有没有一些想法？十四号啊，哎呦，很努力的啊，在控制局面，但怎么就是不进球啊？十秒，延时。看有没有一些想法啊？打三号球弹顶库就破坏右边中带的十三，白球呢顺势往左上方帮进对手带口球。第十二秒，你这么打去帮进的话，莫景浩右边中带的十三号还是会有机会。看他看他那个样子，奔着进攻往里打，白球帮进之后停球的带口，自己的准度又不足以支撑，还可以再上手。还有一 K， 十号，还有吗？这个球六号球过来，那感觉好像是。多少是咬住了一部分啊，不好进攻了。只能期望通过断的这种控局，然后跟对方打一些多的回合球，来去抓住刘夏芝的一些漏洞，来争取到得分。失误，再走。两个选择，十四，白兄弟从上往下走到四号球下方，横向去打十。再有干嘛不要太低啊。
看顶库过来，从二跟一中间从上往下来进攻，右侧旋转有，基本到达了想要的位置，的位置对，同样这杆球停不住也可以走两库，四六缝隙中间上来，嗯，二号就同带也可以，不需要很大的力啊。第七局，莫景浩胜，比分3-4。谢谢。八局，莫景浩开球。那最后时刻，嗯，三号球回来了。差一点中断啊，对斯诺克球员来说一上来打这种局面是非常习惯的，就类似于说我开始布局和做防守控局的时候，我连续的去打下方的这个三角形球堆的红球的薄边啊，薄完防上去，薄完防上去，或者是从下往上打，把这个红球打到开球线上方，然后白球放到七分球下面的沉底，反复的去做一些控局和白球的防守，等对方出问题。啊，与我们中式台球不同的地点就是和地方呢，就是我们这里边是两组颜色球，你打其中一颗，你可能觉得会防比较好，但是另一组颜色球也要同时防住。对，并不是一组啊红色的这个十五颗球。这颜色球不是共用的。啊，不好，这白球分离的角度啊，力量也没控制好。左边中段应该还能打，但是这个屏幕下方这黑八右下方的两颗花球，左边底带刘夏芝来确认啊，六有没有挡住？去中上方那一颗，没有挡的话，可以走个两步过来，至于三步分析。再弹，处理都不错啊。
些力，还是有点轻。对啊，这怎么多走一点？你右边那个花球也能打，双向选择一颗球，并不是说推进 K 开 K 八就可以了，并不是这样。带一些力，多走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八号就奔着裤边走，嗯，对吧？你带一些力之后，他弹裤还能再起来。对，他并不是撞到裤边上就停在那里了。这么打之后，旁边有个六，再拼。九号。左上方，但是黑八的左下现在被六挡，你是必须要从上面再下来的。黑八必须要把下方右边带口，或者是叫到黑八的下面打上方带口。白球停在上面是很难受的，而且这个角度你低杆横抬右边中带是很危险的，包括你右边还有一二七，横抬过来都有可能会刮到这三颗球。高杆上去更难受，右边边库的发力的话，右边边库的这开球线附近会碰第一库，然后再从上方走，是一个大的角，不太好直接下。十秒，延时。最多是勉强叫到这个位置了。球啊，静音。八局留下制胜，比分5-3。谢谢。第九局，刘夏芝开球。
中长台起腰球，左腰往底带。现在是一定要中间找球找机会，比如说你打中带五号球，留四向下角度，白球向下顶框一，二号球过渡，或者现在就是打二号，白球从右边边扣上去，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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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点轻啊。反复过来，一定要去看这个晃移是不是要 K 啊？要 K 一定要留好角度，中带轻轻打向上顶，由左边四号向下角度。莫景浩始终是在主动，但是奈何今天球运球势总是跟自己开玩笑。我总是感觉他这个中式台球的熟练度好像是没有，最近很生下降特别多啊，可能是最近没有怎么练习过台球，或者是打斯诺克打比较多都有可能啊。因为你正常比如说举个例子，我打斯诺克多肯定用的是小的杆，然后我一来打这个中式比赛，我抓了这个九十杆过来了，能练两天就比较深。十秒，犯规，自由球。能不能拼进一号球？白球有一 K， 哎，右上角，这个球倒是，这球当然有点冒险啊，十四号球，有把握的可以打，因为十五号刚好在右上角自己的球，有一介入，我稳妥起见，传一杆吧，后一嘛，对，小心十号打完之后白球的行进方向，左边中带。我看看，右边。这位置中带应该是不太够了，上方十五号就能看得到，打进之后下来刚好叫下方的花球左边中带，不能太轻，稍稍给一点点力量。这个球就是感觉这不应该失误啊，
差的稍稍有点多。再走，龙代表的打进将会进入到一个4-5。第九局莫景浩胜，比分4-5，官方暂停5分钟，5分钟未到，判负一局。目标九指后变薄。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水，长白山的春夏秋冬，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先脚，11.5毫米特制杆头，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波茨杆，我挚爱的武器。波茨杆，中学和中学八九。波茨杆。都市球杆开创者，在训练场，在职业赛场，以球员反馈制定严苛标准，也要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万级球器，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3年售后质保，超10年使用寿命，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厂家包安装。9万级球器，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销售热线400-6060-147，转二。何为外交家？他们底蕴深厚，睿智从容，代表一国形象。他们游刃于国家级重要场合。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莫景浩开球。
我这一打一 K 啊，花色就下面就没有球了，顺势上去。也行，打十五，打十一，可以选择上。打三号球上方的花色球，叫十一，十一再出来十五，十五先叫上边右上角的这个花色球也行。这一组球衔接到十一，十一再十五。如果你这么先打十五再上去十一就比较难了。自己也是不理想，肯定是要做十一的，现在可能被挡到了，重新再组织思路。如果能做到十一，我们看只要白球避过一号球，十五中带回手蓝石，从大范围从下往上，能不能避过单色球？哎呀，缝隙中啊，七号球。这球实在不行，就是打二号下半边啊，白球开轮去撞七啊，二号向上有机会进或者破坏，是一号球。啊，有的打，再撞一下，能接受。四号球啊，左上角大角度，直接报停下来，先叫最下方的这个两颗球都可以，然后后面呢？你可以去挑二号球黑八之间就可以了，就是刘夏芝两场踢备赛了哈，嗯，不特别希望，因为他在这个女子比赛当中成绩也很好的，去年也拿过这个全国冠军，特别希望能看到他一些带有创造力的一些打法，但是很可惜本站比赛我们看到的都是这种失误。刘夏芝呢，他本身能看到他应该是有经过一些刻苦训练的，然后呢本身底子还不错，只是说还是灵性啊，创造性的东西得稍稍的有一点点少啊，打球反正是能看出来啊，有系统的训练过啊，比较模式化，那这种过于模式化可能会它可以掩盖了它本身的一些东西。第十局墨镜浩胜，比分五比五。谢谢。
第十一局，刘夏芝开球。这球打的有一点像上一次这个跟铃木谦武那场比赛了，比分很接近啊，时间也将近要打满，双方都有问题出现，但谁抓得住机会。直接啊，用中低杆右边往上走，十二号叫反向的底带，稍稍有点小，但是角度是合适的啊。这种球有把握打进，继续中低杆右边边库往上弹，黑八叫右边的中带就可以了。定要敢打，而且要给点力量，不要太轻。好球。第十一局，刘夏芝胜，比分6-5，开球清台。我来吧。第十二局，莫景浩开球。小细节能看到，当时裁判王航稍稍用手点了一下咱们的围栏啊，后面有观众在小声的交流，这个距离，哎，碰球了，
这个距离小声的说话太近了、啊、很容易影响到球员的一个思考包括进攻的过程。那有没有这个回放啊，看一眼。哎，四号手指直接是碰球了，很明显啊。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就容易输掉比赛。输掉比赛，对。十秒。七号不用打，二号下来，红三右边你得应该还是有。但这个二走三是一条斜向，留下一个打三向屏幕左边走的角度，最好还是往右边多走点啊。不要叫右边底台，叫左边的底台。对，过来，太轻了。出杆这个位置要小心，不能碰十二球。太难受了，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会？稍微给点力啊，冲击杆蹬到右边，不敢打呀。再准一杆，低杆横台，五号同一个底带。多这个球可是太不明白了，明显想控制点角度，把球往上不要走太多。本场比赛结束，留下之胜湖南七比胜利。下一场比赛是稍后的4:20，一会儿回来，稍后见。
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